啊，做完也是一组的特点之后呢，有的同学晚上回来还是这么说实验。那老师，假设你在这么胖的是零一个，他说，哦，我给他一下，不小心嘛，写错成了一个三看的，三看的，啊，是因为啥了？我这两个代码是不是都跳走了呀？下面的代码呢，肯定都跳走了，不用说了。但是有的同学晚上回去呢，自己做实验下老虎嘛，说不小心这个东西写成了零了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它运行起来。你觉得能不能看懂？一点能看懂。哎，现在就有的同学怀疑了，我记得网上这个老师说啊，这种手法呢是显示意图跳转，那怎么也能跳转呢？肯定不太不一样。原因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在这跳转哪个里面？零二线的。是一些为什么零二能跳转，零一不能跳转呢？他们使用的这个跳转代码都一样。那为什么零二可以，零一不可以呢？原因是这样子的，只要你的 FTP 里面呢指定的精神的流程，那么说代表你这个界面可以被其他应用所访问。好，那由于这个 first FTP 呢里面没有，所以呢它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在其他应用打开的。所以呢，只要你的这个订单文件中啊有哪个 FTP 指定的这个精神流程，哪怕你这里面写成这种 main 的，写成这种 macro 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比如说我把这个换成了 main， 现在我不打开再看了，我打开 main 啊，我就打开 main 的，然后呢我把这个零五给它运起来。比如说我能不能打开 main 的界面呢？因为 main 界面我在这注册是不是指定了 main？ 有没有 insert 啊？有啊，那我在这一点是不是零四幺？这是不是它的主界面呢？我在这里说零五，应用打开零四应用的界面，所以呢，这种手法呢，只要你有这个音程啊，那么说你都可以打开。但是如果你里边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注册手法呀，那它就不能打开了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这种使用包名加上它的类程路径这个方式打开的界面。好，那紧接着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边呢有一个叫做隐示意图的这个详细参数，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参数啊，我们在这儿注册一个应用啊，这个叫隐示应用，叫隐示意图的详细参数。它也是来自于黑马点上 Intern 的 demo 啊。写完之后呢，我就是第一个页面了，给它来一个发散的啊，让它铺满整个屏幕，里面显示的文字的上后的下一个界面啊，来一个 on click， 叫 click。 好，那紧接着我要把第二个界面给它做出来了。第二个界面呢，我要把它拷贝一下，这个呢叫做 activity 好，里面呢做的就比较简单了，来一个 text view 好，来一个 text 呢应该说是我是下一个页面的 UI 啊，这个 click 也关掉了。好，给它来一个背景，井号33FF00。好，那讲了，这是下一个界面。好，在这儿我要做出来第二个界面了，它就能写出来一个 class， 我就把它拷贝。好，这个呢叫做 second activity。啊，里面呢替换一下显示的这个内容，叫显示成 other。好，在 main activity 里面呢，我要写出来一个方法 ，other void 叫 click 加一个 read 参数。好，那我要先把这第二个界面给它注册了，在这呢要注册我的第二个界面。好，指定一个 activity， 指定名字。好，那是我们的这个叫做Other 的界面，找不到它了，找不到它了，找不到它了，它叫 second 吧，叫 second 啊，这个。好，那我要给它指定一个 intern 的闭合，因为它是一个隐私意图的东西。啊，指定 action 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方法来个抗点，来去黑马点上 intern 的 demo 点上 action 点上叫做 second。啊，那当然呢还有个 category， 我把这个 category 呢给它拿下来，这个地方应该给它换成一个
挺厚的。啊，那代码呢就写完了。我现在呢注册了我的零二界面，零二界面呢我使用的是紧致手法注册的。啊，那我在这个麦秆器里面呢，我又可以怎么启动呢？来一个 sound 器。啊，那在上面呢指定一个 input 的，等于又叫 input 的。啊 ，input 的点上 set x 这个 x 呢，我要跟这里边呢要完全匹配 ，Ctrl C， 然后呢是 Ctrl V。啊，紧接着呢，我要把这个 category 呢也给它写上，这 category 呢是默认的，所以你可以不写啊。好，那写好之后呢，我就运行了，我看一下我这个应用能不能跳转到下一个界面了。我这就换了，我还是在启动它。
那原始人呢，这主题名呢，像这个比赛的呢，没有指定一个主题名，在这个 www.lanpc.com 啊，那我在呢，第一款我写了，主题名呢我写了，我又在这些开始斗了。啊，我一点，这是不是能看得过来啊？原来主题名跟这个新版名指定的一模一样就行了。啊，那这里边呢还有个什么呀？我们看一下，除了有新版，有主题名，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 MIME-TAB 呀？这个 MIME-TAB 呢，实际上是一种数据格式，数据格式一种工业标准。那这个 MIME-TAB 在哪里呢？哪里有谁先帮忙？在这个 Compact 工具里面。Compact 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config， 有个叫 web 里面的呢。好，然后呢我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这里边呢我要找一个，这里面都是一些 MIME-TAB， 然后我把它拖到上边稍稍一点。啊，这个呢就有个默认的 MIME-TAB 的几个运测关系。好，那这个 MIME-TAB 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呢就给大家设一个例子就行了，就是你的编码上面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文件。有什么 MP3 后缀的，有什么 MP4 后缀的，有什么 CIC 后缀的。那这些文件你双击它了之后呢，它到底是用哪一个应用去打开的呢？就是咱们在这个注册表里面有这种运测关系。啊，如果呢你是这种 text， 比如说我在这找的叫 text， 啊，那实际上呢它是一种 text 文本的类型。啊，那如果后缀名字是一个叫做 MP3 的后缀，那实际上它是一个 audio 的一个音频文件。啊，如果你的后缀名是一个 MP4， 那它呢实际上是一个 video 视频类型。啊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安卓里面最后呢都会形成一个叫 APK 的文件。那 APK 呢它是一个 apprehended 安卓里面的一个压缩文件。啊，所以呢这个 MAPAP 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数据的格式。啊，那这个 MIME-TAB 呢，请注意在这可不能乱写了，可不能写什么 AAPBCC 了。啊，你要参照的是这里面 MIME-TAB 的这种类型要指定一下。好，比如说呢，我现在指定的是一个叫做 text， 我就找一个 text， 我说我给你传的是这种 CIC 的文本。啊，我在这呢就指定一下这个 text。好，那现在呢我就指定了这个 tab 是一个 text print。好，那指定这个 tab 是 text print， 我先把这段呢给它删掉。啊，把这段的删掉，我只留一个 MIME-TAB， 请注意，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只有个 MIME-TAB。啊，这个 MIME-TAB 呢，我这边呢代码里没改，我右键进行，看一下效果。啊，我一点，它包括了。那包括呢，我可以看一下 Logcat 里面说什么呀？那肯定是说我里面找到这个 MP 呢，别的事情这种我就找不到了。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指定这个 data， 因为呢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啊。没有指定 data， 我们指定的是什么呀？ MIME-TAB。 好，那在这呢我就要指定 MIME-TAB， 怎么指定呢？先 button 的点上 text， 有一个叫做 tab， 好，叫做设置类型。啊，这个类型你不能乱写，你要跟这边保持一致，把它们拷贝一下，这就可以。好，放到这儿，这是 OK。 好，那写完之后呢我就右键运行了。好，我一点，是不是能看懂啊？所以呢，只要你的类型一样，它就可以操作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把这个打开了，我把这一个代码呢给它打开。好，这个代码里面呢，它既包含了这个 schema， 包含了 host， 还包含了 MIME-TAB。那按照我们平常前面学过知识的了解啊，你在这是不是除了要给一个 tab， 还要给一个 data 啊？因为我在那里既给了 data， 又给了 tab 嘛。好，那我这么写，然后呢我右键进行，看一下效果。我一点怪了，什么怪了？你在这给了 tab 的，我在这是不是指定了 tab 呀？你在这给了 schema 跟 host， 我在这是不是也给了 schema 跟 host 啊？为什么包括呢？我们看一下这里边，它包括呢还是 MP 没有找到。我在这里边自己观察，这个 data 里边包含三个数据 ，action、category、tab， 我都给了。它还是没找到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在 tab 里边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叫什么呀？它说 the master 这个被自动的 clear 掉，
所有的任何数据，那通过什么呢？通过检验体系的方法，叫 statistical 设置的数据，它会自动清除掉，啊，它会自动清除检验设置过的数据。那好办，不就是你会清除吗？把你换一下位置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清除不了了，对吧？啊，那右键清除一下。啊，一年，它还告诉我。还有这里面还是一样，那这时候呢 ，set time， set time 呢有这个功能 ，set data 呢也有这个功能。它说怎么样？它说呢 ，method 会自动的清除任意的类型，通过前面一个叫 set time 的这个方法设置的这种类型，它都全部清除掉。那我说这个就是谁先谁后的搞定了，现在对吧？谁先谁后的搞定了？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韩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他就开发出来了一个叫做 set data and time， 只把这两个的放一块呗。啊，这个放过来，这个呢也放过来，我看你还有谁先谁后。好，那这个呢打一下注释，叫做这两个方法都会清除掉检验的数据，为了保证它们都存在，所以请使用 set data and time。 好，录完之后呢，我就直接运行我的应用了，右键关着这一下。好，那我来个一连，如果没问题了呀，只要你这个 data 跟 time 设置对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那个就是 set and time。 好，那这个影视硬盘我就所有东西都给大家全部讲完了，但是呢我一讲完呢，我发现你把这个知识学完，你做一工作两年之后呢，如果在街上偶然间你碰到我，这时候你肯定会叫住我，我秦老师，我发现你讲这个影视硬盘根本没什么用，我干了两年了没用过。也就是说这个影视硬盘你去开发的时候呢，基本不会自己写，你基本不会在自己的应用里面注册一个影视地图的界面，一般不会写自己应用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开发的应用，我们还想什么呢？不知道里面有啥界面，里面的数据呢，我还想把它隐藏起来，连看都不让你看，所以呢，一般不会写这个影视地图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还要介绍这个影视地图呢？你不是说过它没用吗？为什么要介绍呢？原因是我们不想让别人家打开，我们也不想打开别人的应用，但是呢我们要打开系统的应用，系统里边有一些数据，有一些界面需要我们打开，但是到底是哪些界面我们可以打开，什么场景我们要打开系统的界面呢？下一个结束。